你也买了奶茶？这么巧？那咱们就来一场心灵感应大 PK， 谁怕谁 ？Let's go！ 回，欢迎来到心灵感应赚钱十四期，每一轮猜错的人要在脸上贴小羊，最后输的人要生吃苦瓜。小凯，你们猜一下，这回我们谁会赢呢？我赢了扣666，我赢了扣555。请导演上材料。第一轮，这个是天涯假水胶，袋鼠液体胶，康惠假水胶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包住你了，这么不好的预感。我的主场，你来猜。当然，一定会选中的。那么有信心？必须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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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来吧。我会选错了呀！天涯假水胶，看到吗？史莱姆专用假水胶啊，这个都不甩，让我帮你贴一个小羊。喂，这么快就来个羊，我待会还两个给你。啊！反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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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入加水。哇！第二轮有三种色素，紫色、黄色还有蓝色的，这回到我来选，你来猜。来来来，我是不会让你猜。有没有点提示提示？你还叫我要提示？你刚才又不自动自觉的给我。那我就蒙一把吧。我就要个超好看的颜色。超好看？这里有不好看的颜色吗？但是有一个特别亮眼的。特别亮眼呢？我的提示够明显了吧？那好嘞，回。黄色它不亮吗？确实亮，但是我的蓝色也很好看啊。反正你输了，小绵羊。来一个，我们是一比一打平，加入色素，我金光灿灿的，加一点就好了。第三轮有个黄色的蛋、黑色的蛋，还有红色的，到我的主场，你来猜。行，提示提示，走起。现在要提示了吗？当然。那我就给个我们有的颜色。我们有的颜色这么明确都不知道，你很明确啊。好嘞，喂，不是我们有的颜色吗？不是黄色吗？不是红色吗？这个人过分。哈，有一张纸条，还有唇膏一支，肯定是给你化妆的。你不要帮你化妆吗？先看一下。嘿，口红画胡子的神器，我还以为帮你画呢。喂，看看你的。喂，麻利麻利，哼。喂，马桶，喂，哈哈哈哈哈，这是啥玩意？给对方加马桶水，不是我给对方画胡子吗？哦 ，yes， 喂，哇，我又变成阿拉丁了，帅了我的画工。那我的神器呢？原来是卸妆水，让我擦掉它的呗。还有你的大绵羊，给你贴上 ，yes， 多一个而已。卸妆水走起，还有你的马桶水，十分的嫌弃啊。第四轮，紫色的金箔纸，金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这次该我来选了，你来猜吧。哼，我一定能猜到的，绝对不可以让他猜到。请问一下，你的提示是什么？我必须给吗？我才不给。那好了，那我就玩一把吧。喜欢这个。还有呢，喂，哦，我选金色，我是很喜欢啊，但是我可以不选呀，金光灿灿的，因为我要不给你猜动，小羊羊来了，现在是二比二大拼，耶，待会还有一局定胜负，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必须带点绿，一头的绿，一头的绿，绿油油的。那我就加上我的金光闪闪金箔纸，金色配蓝色，对，太土豪了，太不漂亮了吧？管得着吗？我才不管你，我的漂亮就好了呀。最后一轮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有个垃圾桶、南瓜，还有马桶。最后一回合，我来选，你来猜。好啊，好啊，提示哦。肯定是不会给的，想得美！现在我们打平还给提示，他不开心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还没选好吗？选好了。Three, two, one. Yes， 我赢了。他赢了。我赢了，你放弃了吗？
哇，这个垃圾桶，爱了爱了，嘿，哎，有个大蜘蛛，哇，抓不住的水蛇，哎呀，抓住了，耶，嘿，最后一只小羊羊送给你啵，啊，最后竟然输了，撒上我的蜘蛛。这里全是水，全都湿掉了。哦，蜘蛛下去吧，澄清水走你，搅拌均匀。我的假水胶完成了，神秘又漂亮的大海蓝，透出闪闪的光芒，像无数的鱼群在起舞。小凯，你见过这真正的大海吗？弹幕集合。还有一只蜘蛛在里面畅游，成型大法，我嚼嚼嚼嚼嚼，青青草原里特别的香气，看着很舒服，把所有烦恼抛之脑后，完全没有考试的压力了。停下这水声，一起来解解压吧。小凯，你会害怕考试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最后我3-2赢了，快点接受惩罚吧！不就是苦瓜吗？好苦啊！好苦啊！灵魂拷问，小凯，还记得我放了多少张绿脖子到假水里面吗？告诉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